欢迎来到中古车直落场。我们今天要去台南看一台2014年的宾士 A180。 又是 A180。 这个客人他很顾车，这样顾到都不开，顾到都 不去开它。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，最好的照顾是车不开。他现在跑8000多公里。几年的车？6年。6年跑8000了。6年跑8000，然后根本就坏的差不多了。也不至于啦，要看车况。因为他说他都有回原厂做保养，时间到就回去。然后再来是另外一个原因，是因为他是做服饰店。做什么？服饰店。服饰店卖衣服。哦，衣服。对啊，所以 A180 他如果要载东西，可能就变得没办法载那么多。对啊，所以他就是换了新车，然后我是不知道他换了新车之后会不会继续开，因为他说他很顾车，顾到都不想开。正常来说啦，如果以 A180 这个车啊，如果以我们正常的公里数，收购大概在57到65的时间。对。啊，如果说你是像一般我们正常行驶，6年给你1年1万就要跑6万的话，跑6万收购大概价格就会接近60，是60以下。那这台，这一定是在60以上。我们剩下的到现场再带大家去看。好了，我们这台 A180 收到了。
如何？就跑很少，超少的那一种。像新车的感觉？没有到新车的感觉，就是因为没有新车味。哦，对，因为时间久了，然后六年车。哦，懂我的新车味是什么意思？哦，懂，我懂。很臭的味道。因为你其实你看到你那个内装，其实它只是脏而已。嗯，因为你灰尘一定会有，你擦擦就跟新的没什么两样。而且它这个原漆啊，整台原漆啊，原漆不是蛮正常？会吗？不会吗？会很正常。不会吧？会吧？不会吧？会吧？下面都留哦，我那个零几年的也都原漆了。跟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，只要你有做过烤漆，就不是原漆。嗯，对。所以我回去原厂做的。对啊，啊，你如果那种零几年，然后很久了，然后表面的精油都已经剥落，然后你说原漆，哇，回来是要烤漆啊，对不对？佩佩是吗？换挡快播模式的选择，那个性能 S 啦，是 Eco 啦，或者是手排模式啊，自动大灯，单边的电动椅，嗯，它小改才是双边电动椅。嗯，其实那时候，我之前不是有拍 A80， 就是长这样啊，一样的吗？它是它的上一代啊。小改前，然后这台有自动停车，那台没有？有了，只是我都没有去讲哎，因为自动停车在台湾说真的很难用，很难用，因为它抓太近你会怕，嗯，对吧？如果我自动停车撞到别人的车，这样我可以要求他们赔吗？我不知道。对吧？正常应该这很难讲。为什么？这是原厂给我的，可是人家原厂跟你说，它只是一个辅助你，是一个辅助你，你不能完全依赖这个东西。哦，那他干嘛给我？没用。啊，你们要买车就会想说，哇，有这个东西哦，好屌哦。因为我有时候买一个东西就说，哦，他有这个东西耶，是买回来用不到，哦，对啊，哦，就是一个新鲜感而已。我现在只敢慢慢的开，够吗？你慢慢开，它里程还是会变多啊。我知道啊，只是你先放太久，油底壳会沉淀那种油腻。那如果一下子开太快，嗯，它如果把那个油腻，因为底下有，你就。那个油路就会堵住啊，所以就是先慢慢开，等它温度上来，然后再稍微慢慢加快就好。啊，太阳底下那么久，怎样？温度应该蛮高的吧？哦，不是说引擎温度，引擎的工作温度啊，正常在工作温度在90几，顶多到100。超过100那就太高了，有的油温是直接到100几，福斯的。所以他引擎超会，超会亮，很会跑，很会跑。好啦，那我们这台车，快点，来，最终收购价格65。但是高吗？就说真的，就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停？台南嘛，逆向。台南嘛，你不是都说台南嘛？台南都这样。靠腰，不用我多说。对啊，这样是高的。哎，一分钱一分货啦。我觉得，虽然说他今天是灰色，可是他今天公里数非常的少，对，很少，少到有点怀疑人生的那种，对啊，
所以就是、啊、开价，开价吗？这样不知道，不知道。那我们这一支 A180的影片就先到这边。那如果有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。那如果你想知道你车子的价格，建议你可以加我们的官方 LINE， 我们有时间就马上回。啊，我要去估下一台车子了。那下次见，拜拜。